卡带播放音乐，一群人就开始热舞起来。不过仔细一看，不管是场景还是主角，似乎都不是同一群人，甚至连史瑞克的长靴猫都来凑一脚。难不成这是好莱坞最新上映的歌舞片？其实这是 YouTube 上有人剪辑了77部好莱坞电影的跳舞片段，重新配乐剪辑后的作品。不管是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、搞笑片终极灾难电影、舞场双雄，甚至是铁达尼号，全都被剪进去。影片上传才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点阅率就突破了900万，网友热烈讨论到底是搜集了哪几部片的片段。影片大受欢迎，而配乐的音乐也一系爆红，这大概也是他当初始料未及的吧。